就是我在常州站住6年来，由于他国安机关跟公安机关，他长期脑控迫害我，在脑控群众公开讲，脑控啊，对，长期脑控迫害我，在脑控群众公开讲迫害我，再说我在常州站住6年来，多次被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被交警扎我车，辅警扎我车，流氓地痞扎我车，被交警被那个交警扣我车，户那个城管扣我车，被这个对我和家人进行医疗迫害谋杀，对我进行机动车谋杀，以及这个脑控迫害我，让我就是脑控迫害我，在脑控群众公开讲我迫害我，脑控啊对脑控迫害我，在脑控群众公开讲我迫害我，让我买不掉东西，卖不掉东西，那我近90万字距离。给你们材料，你们不要的，就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江苏省委写省政府的协助控诉信，其中能说的这个，今天长途站着6年来，我近90万字940页，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协助控诉信，那给你们不上不是吗？你们白给我来说，白上我来说，你们不接，让我推到武进县网局，武进区推到武进区公安局，白是武进区公安局才接收的材料。然后我到常州市消防局上，那个走常州市公安局上网，他都不接。那然后我就向常州市政管委那个代原书记寄的这个近90万字的控制材料。到现在就是说他也收到材料，他要批给公安局了，常州公安局了。现在就是说我多次一来上网，你们都推到叫我在武进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公安局是督察。是不受理，所以那领导都知道了。我两次到局长那个接待日去上访，常州公安局，他们没有走武进区公安局。我到武进区公安局，武进区公安局，他的局长接待日都不接待，督察日不接待，县网就是拖我，你扣我2辆个暂住，就是被迫害的这个代步谋生的客运电动三轮车，近三个月了都不给我。你找湖南交警做那个武进交警大队，交警大队长他不接待，不接访。那个找湖南交警中队中队长指导员他不推，找武进区公安局信访时，他说开始的打电话，有一次打电话问湖南交警中队说这车怎么不给他的前轮车，他说上面领导没有批。然后我就问几次追问这个武进区公安局信访时的这个领导，我说哪一级的领导没批了，是哪一级的让迫害我的他没批了。他说你在武进区公安局那个信访的那个湖南武进交警大队湖南交警中队找了领导找了中队长都是那个指导员问到底是哪一级的领导没批了。我就找了督察大队长的武进交警大队的督察大队长，他不叫啊，我的都有证据的，我都拍发在网上了，包括在武进区公安局2个多月的上网，他们就是大量的对我的拍我的控诉，脑部迫害我，对在脑部群众对我进行公开加迫害，这些大量的势力这个证据，他都说哦，你等着，你要么你等着，还是回家等去，2个多月还让我回家等。我说都是你们在犯罪，一直在推我拖我，对我进行脑部迫害，在脑部群众对我进行公开加迫害谋杀，都是你们在拖我，都是你们在违法犯罪。希望团里明文规定的2个月交给我们的答复，我到武进区你们不受理。错。然后你到常州市，你给我推了。来，你错了啊。嗯，你说信访条例，我就跟你说信访条例。对，2个月就打火。信访条例第二。对，人就打火。信访条例的第21条明确规定，应当或者已经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手段、行政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信访。那我是什么？第一，你说交警扣你车。交警扣车属于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它的具体途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均不在信访部门受理范畴。行政复议我是前面大量的头发经理一个回忆就能解决了吗？不，这大量的我抢劫打了伤我的，他是扎不了人，交警扎我车，回忆扎我车，流氓地痞扎我车，他交警的流氓地痞扎我车，他的那个是录像的监控拍的到处都贴都是的，他扎不了人，交警扎我车里，他都没打我，回忆扎我车里赔我了100块钱，你把我现在对我家里一个朋友谋杀，我是报警，警察是判的错。你要不如做笔录，说有任何对我的迫害，都不
绝了90%都不做笔录。不给按那回，我不给按那回执，包括还对你老婆婆，哎，对吧？对，你不要说这个了，这你不要，你要管你叫打什么？你老婆婆，你打什么？我不知道。啊，你敢什么？中央政府官员这样黄了，中央黄了两国的，中央在国际管理网上都要公开的。2008年12月份，这个中央电视七台军事普频道342期军事科技上，他就报告的美军把脑部武器用于实战上，说美国把这个脑部武器用于实战上，在伊拉克战争，在这个都用在上面，把这个把美军的脑部都能控制住，知道吗？然后就说了，79年原苏联就把这个脑部武器，电磁波脑部武器列入杀伤性武器，不准研究，因为电磁波脑部武器它可以造成人死亡。然后就是西方国家也禁止研究这个脑部武器，在前后不两个月，中国情报报、情报网就刊登的上海交通大学人脑研究的人脑可以控制蟑螂的脑子，用意念可以控制蟑螂的脑子，让它怎么走它怎么走，让它到哪它怎么到哪，查到不到哪里少，用脑部武器用人脑意念通过电脑终端控制蟑螂的脑子，动物的脑子，你脑子想想怎么走蟑螂怎么走怎么走，想让它怎么怎么就怎么，大量的科技你怎么把我脑子控制住，在控制谁的脑子，在中国监控朋友啊，我笑话你笑什么，我觉得他是已经签署的脑部技术研究脑部的中国主席，他现在还签不了，到时候把脑部武器就用于中国建国以来和长期农民的头上，我就因为怀疑个农民虎的案子，从1995年开始怀疑农民虎的，怀疑第二虎在安徽省霍村上一阵张吊车，这您告诉年轻群众用暴力手段，用殴打官员、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加重举报农民虎的案子，贪污贿赂，然后受打击报复，然后我97年在北京上访，农业部是市委室就通知北京市公安局，把我送到北京市抢，两个警察把送到北京市中午抢干的，关了40多天。1月3号，7月14号，地方公安机关把我从安徽省那个从那个北京市送抢干的给接出来，然后直接带到合肥，直接带到合肥，然后在这个走到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劳教局、安合肥市公安局。到了下午1点，把送到河北第一看守所，说这个找中立指导员，说这个人准备劳动这样的，现在我们就是说羁押一下，就手续不全。然后我就哭喊着说，我这个是个我怀疑农民混蛋，我冤枉的，你把我枪击成这么样，我让我的怀疑农民混蛋的他们要劳教我。然后河北第一看守所就拒绝接受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安徽省戒毒劳教所里面。安徽省戒毒劳教所里面，劳教总长那里说劳教我，那劳教总长那里的那个教导员，我然后我这么一说，我说我怀疑农民回来的，我是爱国的，然后他们在我北京送钱的话借出来，就劳动教养我，他们手续送到黑市第一看守所的，黑市第一看守所的就没要我，要羁押我，然后你给他黑市那个安徽省戒毒劳教所的，是劳教总长那里的中立指导员也不要我，然后他上个月安徽省那个霍村公安局的一个执法官可以到外面去忙了，到1-2个小时，到晚上7点多，安徽省戒毒劳教所里这同意把我接收了劳动教养，关押我，然后把我送到安徽省保卫劳教所，那个小王大队纪律中队劳动教养，关押了我3年多，每天上没过12个小时，我记得二级，现在有资产。每天上没过12个小时，那时候我这个我腿上的肿瘤，我腿是先是那个后来是被长期磨砂的，99年才被下的心理障碍。然后过了3年多，99年就把脑子给控制住，脑子就给控制住了，在里面就往下药，让我就有一次就上午让我喝保温茶的那个水，
然后就来保安查房的时候，老蒋都不喝，到我这这老蒋全部喝保安查房的时候，到老蒋都不喝，所以他这个正常的。我当时喝了以后，当时喝嗓子就干的特别干难受，就说不出来话，连啊连嗯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知道给他下了药了，我就跑到了我那个住的那二楼，我床边就坐着，然后我跟我关了一个工地的楼叫叫楼上领导安永先生的，他是在上海的楼叫的，因为上海楼叫所关不下，都卖给阿里保护楼叫所、阿里南湖楼叫所和江苏大同楼叫所，一个楼叫1000块钱一年，三年就3000块钱，一年就是1000块钱，两年就2000块钱。在卖给阿里保护楼叫所的时候，阿里保护楼叫所买的。我们然后在那边楼叫呼叫的时候，他因为有人在阿里省保护楼叫所把弟弟跟那个打架，他就关了一个工地的经营那个，然后他上面，然后他看我朋友，你妈的苹果给我吃，吃了之后我当时就能说话了。他不是干嘛的？谁让他来的？你告诉我。然后我回家喊你阿姨，你要打一回死话了，还有3个月，还有3个月，阿姨火车，阿姨火车站公安局，你一派出所就下通知，强制通知，让我去填写2劳动年龄监控表。两劳动年龄监控是中共毛泽东时代对两劳保劳教司法人员的秘密监控排查政策。但是现在他主要是排查政治案的。现在在我填写2劳动年龄监控表，我填写了以后，按照正常17年就要撤销劳动教养的。到现在呢，14年多了。每天那个我在没有填写那个劳动教养证，没有填写草原南劳动两劳动年龄监控之前，我刚回家，我们安永火车站流水站张兆平的群众都告诉我了，说李先生，你刚被逮起来的时候是江泽民批示劳动的，在你村里和铁木修部长向群众开会都说了，李先生是政治案了，是江泽民批示劳动教养的。然后我填写了劳动教养的那个，向我填写向我填写劳动那个两劳四房那在那个监控表重点院监控表以后，他不是秘密监控排我的，然后都是劳务排我，在劳务群众工作监控排我，包括在我家在常州，我每到一个地方站着磨伤，包括在常州刚来的时候我收废品，或者说是那个用被抛的用三轮车拉人被抛的收废品，然后城管联网无处不在的，我走到哪被人用组织的名义劳务朋友劳务群众说出来，城管联网走到哪看我在旁边都让群众说出来，说这个残疾人是政治犯，是因为他在95年怀疑能力回答案的，被97年被江泽民批示劳动教养关押3年多造成的冤案，江泽民现在还在活着，不能为了净化所以要监控迫害他，因为他的本事太大了，所以要把他脑子控制住，在公开监控迫害他，他没有脑部群众说把群众脑子都要控制住，在公开监控迫害他那时候，然后就说如果不把我脑子控制在公开监控排查，他在世界上都是著名企业家著名策划师，那就让中共对历史对世界都无法交代，让江泽民过不掉，让中共过不掉，这就是排查我的理由，然后群众都知道了，在劳务群众在公开监控排查我，是劳务排查我，在劳务群众公开监控排查我，让群众都说出来，说这个政治犯说什么了，今天说了什么，昨天什么了，前天说了什么，说什么了，讲什么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上面怎么迫害他的上面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么没害他，害他没害死，上面要怎么害死他，还有为什么呢，为什么群众哪都不知道，然后群众一看我都说出了怎么迫害的，怎么迫害的我的这个政治犯，然后他如果在群当时和人说的，他们同志一块的人就会说的，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听群众说的，你们听群众说的，政治犯在网上都揭露出来了，是把我们脑子都控制了出来了，都把我们脑子控制住了，是我们自己说的，你听哪个群众说的，好吧李先荣别说了，你的问题都是在阿辉的，你还要找阿辉？还要怎么？你们笑什么的？都让什么笑？我们不行。听说难说的几个。对，去找阿辉去。好吧。难道什么？你在我在常州站了5年，对我大量的劳务团、劳务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排查，造成我一次的被抢劫晚上，行刑支持打伤打残，被交警砸了车，胡警砸了车，流氓弟弟砸了车，被那个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劳工对我和家人进行一连排查谋杀。对我进行精神谋杀，就拉肚子准备枪打我，要把我的要准备。
驶，等等等大量的这个劳务劳务劳务群众工作奖牌，我让我买不到东西，卖不了东西，你还要怎么去拍我？你们查到人民历史上除了斯德哥尔摩以外，你做过这么的邪恶的哪个政权？第一个爱国参与这个民政的回来的这些行政人都是我弄出来，给国家弄出几个建议。你像你申请要加到中国共产党，我在2009年以前我都不管要，我从2000年四号到2009年，我一直申请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向那个胡锦涛总书记、那个文家宝总理写信，立志在中共和国，我用生命的忏悔向你请求，1、2、3、4、5、6等多封信中，向中国回到我的少，向党和政府回到我的思想，我的少年之志、人民抱负、经济齐全、科技爱国之心。在2004年那个4月份，我跟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新那个胡锦涛总书记、文家宝总理写的《共和国我用生命的忏悔向你请求》，里面我立志要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21世纪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把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贼镇张庙村建立成为一个21世纪总农村经济实质、总农村经济特色的21世纪的现代化经济农村。11个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3月份的人代会上就提出来了建设建设新农村，哪有这么去搞的？我一直申请2009年以前，不是2008年、2009年8月份死亡，到2009年这之间，我一直向党和政府汇报思想，向林一镇张庙村多次写出党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为国向党和政府立下报国誓言。结果你越缓一个越拖延你，越把你脑子控制住越高，越让陈勇越控制住你脑子，公开这样拍你，我打你，你说哪这是我拖延你？那害你也不做的事啊，是人干的吗？我让你们不是上网，我叫你们名查的，你们从网上搜到，你们也可以还娘，也可以搜到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世界历史上下5000年，有这么邪恶的政权吗？如果有，你搜出来，我一头是壮士，有没有？我这几年的从2009年到现在，每天对我劳务过来劳务群众对我进行公开进行拍，我都在国内国际网站上还都在揭露。我去年向那个习近平总书记写了50多万字《震惊世界的今天契约》，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的血淋呼救，这个呼应到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李克强的用特色产品已经有人寄托，然后2个多月以后还不能批判，还拍到我就是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是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那个驻那个世界各国驻这个2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驻中国这个大使馆，那个用电子邮件把这个50多万字的《震惊世界的今天契约》，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的血泪呼救，向这个联合国和20多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向他发电子邮件发过去的控诉，都轰动世界了。你们整天还这么心里恐怖的去拍摄，是人干的事吗？你就说禽兽谁能做这事？那禽兽也不会做这个事啊！禽兽也不会都是普通的史料，你一个爱国残疾农民，是让一个政权，你一个政权将人民集团长期这么邪恶恐怖，一个汉奸集团这么邪恶恐怖迫害劳动国家，被劳动群众公开将台勒拉这么多年，你说是人干的事吗？你们拍我的大量证据录音视频，我都放在国际网站、YouTube 网站上，对面有关部门都控制群众脑子，说出来说这个政治话，把这个对他的中共对他的劳务迫害、劳务群众对他进行公开将迫害、谋杀的证据视频都发在网站上了，就在网站了，那世界都知道了。说的你们整天控制我的脑子，控制群众脑子，对我进行公开将迫害谋杀，还怕群众不知道？你怎么不怕群众知道了？不怕都知道了？你除了汉奸能有这么干的吗？你们告诉你知道哪里华丽啊？都说呀，都说你们在违法换地。你们查查你哪个不在违法换地？你说，咱们这里面都是一样的，咱们说，那你哪个不在违法换地？你说吧。
是我说的这个是我家娃这个越南娃拿着我的就说你说你说我跟我妈呀你说有这么说的吗你可能一个自杀案件的残疾人被你偷来的用特意电动三轮车或机动车这个逮捕我说你还你偷了两辆那个电动三轮车了或机动车三个月了马上偷你都不给我肚子上火你们都提不起来问题都完了不是王亮在投诉你们有这么邪恶的吗你说我妈我花我是我为了破译网站国家不过我妈没花一天我不上那个网站每年都几万人看你有这么邪恶的吗把我国际上联合国国际社会把我新闻媒体国人给黄了一秒都是我的网友你说你怎么拍什么不知道的前天我在网上划了一个就是那个在广州那个几个网民为了记那个文化山的有那个王宇的头像都被盖起来了我在改划了一个帖子自由亚洲电台就打电话晚上给我打电话就采访我说我是从往那转的我也问我跟认识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说的你说我划的哪一个都不知道你们还整联邦的网络的希望人民奇观世界都继续通报就是现在恐怖的答案赚钱就啥都不能上那现在你说什么那都你要见面的那叔叔我记得拿着网的县网新网站网县网条例哪一个你跟我说